台湾南部有一支特种部队，能够执行三栖任务。这些战士挺立在保家卫国的第一线上，要加入他们，不是一般人能办得到。无限度忍耐，无条件服从。你什么身份？趴下！我趴下！我趴下！十招魔鬼训练。挑战个人极限，目标是天堂路，考验意志力及团队精神，这是我们的故事。第1377两栖征收专长班在台风前夕进行了地狱周的测验，大队长祈求老天保佑一切平安。丢脸丢脸！三天不眠不休的操课，极度压迫生理和心理，已有弟兄败下阵来，信心及耐力的考验正要开始。未来将更加严峻。不要让我看到你的头啊！不要让我看到你的脸。5、4、3、2，那是谁？谁才能完成6天5夜的考验呢？好累啊！科难周进入第4天，过去3天，学员们每天大约只睡了1小时。凌晨4点，中度台风夹带风雨横扫南台湾。我们在2级飓风中操课，冲透艇的规则不变，以艇作单位，艇之触地判失败，磨练我们不怕苦、不怕难的心智。那个中艇跟斗艇，它的天气的条件已经超出我们能够应付的范围了，所以我们尽快就移到下个点，能够在艇队里面有可以避风避雨的地方。毕竟训练是归训练啊，而安全还是我们的第一个考量。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显示，天平台风的中心目前就在南宁和绿岛之间。从开训到现在，1377遇上7个台风、8个警报，其中一个还是回马枪，走了又来。柯难州最大的福利就是睡觉，操课5小时，休息1小时。清晨不到6点，助教长在码头讨论着如何调整课程。5、2、6、2、7、2、8、2、9、2、10、2、10。台风天要下水操课，有没有感到很兴奋啊？有！待会下去的时候，各员注意安全，每个人身上都要有一个鱼雷浮标。如果你有遇到身体不适的状况，记得马上跟你的助教反映，知不知道？知道。出发之后往那个1311那艘船往那个方向滑。今天外海风浪大，基于安全。连续操舟10公里的课程全改在港内操作，学员们穿着防寒衣，配合浪花，操着长短桨，齐心协力向前划，这就是团队合作，同舟共济。睡着就不知道旁边有敌人了，是不是啊？都被摸哨了还不知道。然后有被画脸的，掌心都做30下，好不好？处罚是要我们记住，蛙人绝不容许片刻的疏忽与怠惰。今天是柯难周的第4天，目前没有学员提出退训。即将进行第15节测验，目标是东登码头。蛙人的装备要随身携带，约200公斤的橡皮艇顶在头皮上行军12公里，平均约20到40公斤之间的游移重量，让头顶发麻。要再学长，
啊，方案受伤了怎么办？痛风就这样啊，按会痛啊，不能碰，很痛。可以起来，可以。可以走的话，你要拿棋子吗？啊，可以拿棋子吗？可以。走路可以吗？可以。说说看情况。拿棋子啊，好不好？啊。行啊。哦，可以。可以拿棋子哦。可以。上哦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痛风。他就一直找医官打那个止痛针，跟拿止痛药来吃。可是这医官说他不给我打止痛针。他说我的量已经超量，再打下去会很顾虑危险。是我今天出发的时候就没有打止痛针，然后他就越走越大，好快。我想要撑完这一段路，可是好不容易跑到一半，你突然叫我去找一罐潜艇，所以我就很不甘心。我已经跑过一半，还要被推去。男人不要那么容易激烈，眼泪掉下来啊，忍住啊！快坚强一点！克难周第一天开始，已经被诊断为痛风的四艇五员曾汉林，担心最后关头被猪叫刷掉，流下了男儿泪。助教鼓励他，给他一份比较轻松的训练，忍痛前行。四艇虽然少了一员，大家没有怨言，多出的重量由另外六位艇员分担。克难周进入第86个小时，码头边助教验收学员们对于橡皮艇的基本操作，无论头顶、手举、手提或肩扛，荣誉、智慧、矫健、活泼四大风格全融入课程中。指挥官突然到场督课，老师，操指挥官，中尉在下报告，操课人数31人，报告完毕。指挥官好。好。老师，指挥官好。各位弟兄，大家好，请小心。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训练，再过两天，各位就结训了。最后的这两天，是意志力最薄弱的时候。希望大家能够坚持最后的一分钟，有没有信心？有！有没有信心？有！很好，小心。注意到安全哈，操课最重要，注意到安全，严格的训练，不松手，了解吧？知道，好不好？是，确确实实的要求。看你啊，都他那么笑，在睡觉。看看他如果可以熬过那个晨跑的话，或许可以让他撑到天堂路。啊，像那个，就是到时候天堂路那个时候再给他吃止痛药，或者是再打一次那个止痛针。啊，止痛针还能再打吗？因为他昨天已经打两针了，所以。艇长赖一轩决定要伸出援手。大家都一起辛苦到这里，所以我们想要带着他们一起结训。等一下我会把曾汉林跟我绑在一起。上一节喝双水。这节课是夜间武装求渡，训练蛙人背负装备在海中执行任务。这是团体评分，若有人游得太慢，会影响整体成绩。四艇艇长赖一轩拉着曾汉林一起求渡。还在扒一人浮标，一人浮标是给你扒的吗，张俊伟？啊，不是，收到十号了。一人浮标是当你快死掉的时候才扒的，才扒。老太婆的电话。曾汉林，你现在是艇长在帮你拉着，还是你自己漂？艇长在帮我拉，就是要劲。哪里的？你觉得你这样你拖累人家，你觉得你对得起人家吗？我对不起。你说你可以完成，结果是叫艇长帮你拉，你不觉得你可耻吗？你觉得你有这个能力来到郑州大队，来我们这大家庭吗？啊？艇长也是很厉害啊，他宁愿挨骂，他也要帮助你。我叫你上来，没有听到是？我叫你上来。啊！
阿林，我叫你过来我这边，你听到这？哦有。过来啊！林雪在完成这个任务，继续。一样往前盯，你上来。是你的往前。不关你们的事，因为他已经不是你们的一份子了。老师啊，他还是我们的一份子。过来。对，阿林加油。你说你可以哦，我不要再看到你在包，我只要看到你落队，我就直接把你拉上来。真是紧张，此时若上岸会被记旷课。曾翰林不放弃，坚持到底的意志力说服了助教，解除了一场危机。我们不要，我要看一下你们的枪都在不在啊？是谁？嘉豪，嘉豪怎么了？被水母扎到就不是。嘉豪身体不适，他在发抖。嘉豪，快过来，包包给我。一二三。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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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水母再度盯上了集训队，一艇五员赖家豪的伤势看起来很严重。宋光，你去拿军毯了哈，在发抖，会不会呼吸困难？会不会冷？会冷，但是会抖。送，这种状况不要拖。我现在头跟脚酸了。他要给他打针，他如果有这种状况要打针，不要救护车，我们学生一起操课了，这种东西要救护车才有办法处理。来，那个健保卡有的在，另外加好。那这个就退训了吗？退训，对啊，一定要退。为了一节而已啊，干嘛退一节？那还好啦，还好啊，这样随便打回来啊。这80/86对，80/85大家。健康名字是趴下，趴下，趴下，我趴下。长官抗命啊！不走，抗命。柯南州第97个小时，被水母攻击送医的赖家豪怕脱队太久被退训，休息了3个小时后完成归队。是，加油！这一堂课是你们柯南州倒数第二个凌晨，希望这个凌晨过后不会再有人被退训，也希望你们可以撑到结训。两栖中的大队，只要精英中的精英，好汉中的好汉，希望你们可以成为里面的佼佼者。待会测验的项目是长跑，我们跑步的范围从东登码头一直出发到华新营区，绕整个军港，再回到东登码头。有没有信心可以跑完全程？有。很好。谢谢教官。不要出发，小心，注意，还有任何问题的举手。你还有任何问题的举手。你要装水的朱烈，报告10号。要上厕所，在我右手边。今夜柯南州正式迈入第5天，凌晨1:30，4天操课下来，学员们大约只睡了4个小时。这一堂课25公里长跑，测验意志力及耐力。我们仍要打起精神，不停地打数，集中注意力。前进的路越困难，我们越要前进。快来了，快来了！1、2、3，撑冲，忍耐，高原天气3、5、7。一程又一程，想你的亲人说再见，想你的爱人到沉重。Hey, show! Hey, show! Hey, show! Oh, hey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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!
们集训在 g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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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跳起来、啊、跳起来啊！不想答数没关系，他、啊、挑战我前面想过了啊，鸭子走路预备，鸭子走路预备，怎么样开始，精疲力竭的吴明章仍然不放弃，不要跑了啦，我们在干嘛，上救护车啊，不要上救护车等你耶，不要上救护车啦，不要那就跳快一点啊，是不行就上救护车，撑到这里没人会笑你的啦，上救护车好不好，上路啊，不要上救护车啦，助教存在的目的就是要激励学员，当刺激你的时候神志一定要清楚，一上救护车就别想归队了。不怕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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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怕。柯南州第五天凌晨3:30，长跑2小时后，三艇艇长张俊伟精神出现极度恍惚的状况。调气对步伐，手放松。不会脚，我走五公斤走。我不会脚，我走五公斤走。讲什么东西啊？我不会脚气。再讲点东西。再往前，再往前，开始。一，啊，二，还有一在那边了。陆烈，陆烈啊，陆烈，你干嘛？来五公斤走。过来。就自己走就好了，别理他们。走，不要理他们。啊！没关系，他说没关系，你们走，他说没关系，走，走走走，快点过马路，快点过马路。一，张俊伟，过来，你要干嘛？你走开，干嘛？你走开，往前，往前走。张俊伟过来，张俊伟过来。我是港机的，陆亮，我们陪你一起。看一下，看一下。港机跟他看一下。港机跟他看到。往前，往前。我已经看到了。我也看到谁过，我一定跑得过。过来，过来，你要干嘛？我不要。过来、啊。你在抗命是？过来，过来。啊？说什么？往前。抓嘛。因为我刚没有听到说。过来。你在干嘛？啊，你是抗命是不是？哦，没有。你什么身份？学生。看我，看我，你什么身份？学生。你说什么？不要啊！带去哪儿啊？趴下。你什么身份啊？学生。你什么身份？学生。你也当学生啊？我不是故意的。不是故意的，就是有意的。因为刚刚叫我们蹲下，还有理由啊？那个洞还有理由？很危险。继续。走啊，干什么事啊？啊？你就给我趴在这边就好了。你这堂课有没有玩？趴下，趴下，你要抗命是不是？趴下，趴下，趴下，我趴下。过来，起立。我要跟他们一起去。我要当蛙人，我要当蛙人。三起，这样他就有自信了。我不要。出来啊，出来啊！张俊伟被睡眠不足打败。过来。艇长是未来的领导干部，训练时有别于一般学员。这样讲什么就做什么。趴下。哦。给我艇部预备。拿去。拿去。抱胸。到底清不清楚你现在什么身份？什么身份？学生。那你应该怎么做？应该怎么做？条件服从，无受不忍耐。然后呢？你刚才动作有符合吗？啊啊！因为如果报备啊，那么多理由啊，还有理由啊？什么叫无条件服从啊？什么叫无条件服从？啊！你给我解释一下这五个字，什么叫无条件服从？没看过这么烂的。张敬畏呢？不会忍耐，你还有理由在讲话？你真的会自信？从现在开始，我不要你，不要听到你说一个字，有不了解？了解。放不下身段，是不是？我一个字也不会说的。来一个军官，不是这样受训过来的。起立。只要不听话，等下就带回去了。起立。我不要回去。别讲那么多，浪费
拜托。下预备。可以让我喝杯水。拿下预备。一。他们都一下二三一。还有理由？再回答，再回话。我没有喝水了。干什么废话？心里会很一。二。有没有退训？哦，不要。一。上去无条件服从，下去无限度忍耐。知道。一，无条件忍耐，无，一，无限度服从。哦。无条件忍耐。一，无限度服从。哦。无条件忍耐。无限度服从。哦。无条件忍耐。无条件忍耐。无限度服从。就我们这边有没有点滴？有点滴可以帮他吊。好啊，就帮他吊点滴。帮你吊点滴药。局长。哟。你的这种行为可以让你直接退训，你知不知道？报告，当时的我不知道。当时的你不知道？你来受集训队的训，你不知道？集训队讲什么？无条件服从，无限度忍耐。结果呢？结果呢？结果怎么样？怎么不讲话？结果我说了不要。哦，你知不知道特种部队的训练为什么要要求无条件服从、无限度忍耐？你知不知道为什么？报告不知道。我不知道。因为特种部队执行的任务都是比一般任务还要更艰苦的，所以在身心疲惫的时候，必须要能够负荷，而且。圆满的达成任务，你这样子如果结训了，到单位里面，我们要如何要求你达成任务啊？叫你去救灾，你是不是说不要啊？是不是？报告不是。不是，你现在说不要了、啊。躺着。就没体力啊，最后一段冷眼都撑不下去，你是怎么了？哭什么哭啊？行不行啦？是。你确定？我要去死。好，没决心就可以撑下去，对吧？啊，别给我哭。加班。不是跟你讲过了吗？那无条件服从，无限度忍耐。你现在要好好休息，知道？那不要哭。干嘛呢？跟女孩子一样，跟女孩子一样，不要哭。跟女孩子一样，加油，加油 ，OK。柯南州第五天下午六点，火牛营区，助教决定要吹一个不一样的起床号。这个起床号将让我们很久记忆，永生难忘。助教们穿戴防毒面具，动作诡异。睡梦中，我们遭到袭击。学员全被阻挡在屋内，助教要我们感受催泪瓦斯威力。呛得大家眼泪鼻涕直流。清醒了没？醒了。没有声音，没有醒吧？清醒了没？醒了。柯南州第五天，只差十二个小时就要爬天堂路了，传来令人惊讶的消息：有三个同学因为某些因素必须离开各位。虽然很遗憾，他们不能跟你们一起爬天堂路不玩困难舟，但是我相信他们心仍然会与你们同在。各位137起的同学弟兄，不好意思，我先走了。剩下来的各位弟兄，是最后了，希望你们都能完成。各位同学弟兄，以后做事情的时候，不可以太冲动。昨天我就是太冲动，所以造成现在的后果。上车！总部，上车！加油！137起的弟兄，全部前进！
枪藏哪里啊？清醒一点好不好？是不是想当军官？是。这张不行，要死都不行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小心！加油！加油！这一堂课是紧急战场伤患撤离，你不可能把你的同伴丢在战场上，你一定是用尽你所有的力量把他带回来。待会希望所有人拿起精神，你只要不是撑到最后一堂课，甚至在50公尺的天堂路，你爬到49公尺，你都不算成功，也都不算完成任务。了不了解？了解。再过10小时就要爬天堂路了，5天只睡了5到5小时，意识濒临溃散。蛙人战死沙场，同袍要不离不弃。你看，掉枪！快离开，赶快离开！先做紧急战场撤离，他妈还慢慢走了啊！我就看不到东西。连长，敌机凌空。疏散，有敌机掩蔽，快点！今晚是紧急战场伤患撤离，别具意义。同袍背负在身上，意志力一定要坚强，不达目标绝不终止。你的枪要朝哪里？你从哪里走？你的枪朝哪里啊？清醒一点好不好？这是通过地狱的最后一段路，撑了5天5夜，弟兄背负在身上，步履蹒跚，思绪紊乱，但是蛙人不怕累，意志力撑过这一夜，天堂就在不远处。全世界只有中华民国的2栖征收蛙人，爬天堂路，过英雄关。多种运动综合验收，就是讲的天堂路，它最主要目的就是希望，在这么艰困的环境之下，人家叫你执行任务，你还是不怕苦、怕难、不怕死的往前执行。所以这最后就是最后做验收，因为在此时此刻人的意志力啊，还有体力是最薄弱的时候。对，只要他能过的话，我们就证明他是合格的征收队。天堂路是模拟作战时蛙人面对敌区通过珊瑚礁的考验。老大哥告诫我们，这是人生中唯一的机会，爬过天堂路的人上天堂。过去10周，助教为了锻炼我们的体魄，崎岖的前进之路披荆斩棘，海里来浪里去，百炼成钢，就是为了迎接此刻的荣耀。雪山小山山，飞航路通过准备好。前夫，这边。你又爬一遍，速度怎么了？走。快刹车！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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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抬起来！好，雪山4周，张汉林，天堂路通过准备好。九十，九十，王木头，坐下，王树，六十三十五六七八。50公尺的珊瑚礁天堂路由学员自己堆砌而成，全程8道测验科目，12位助教把关，每个科目挖操都要到位，不合乎标准退回重来，考验我们的心智、耐力、生理、无条件服从及无限度忍耐的征收中队精神。50公尺路途看似短暂，通过后就像上天堂，令人刻骨铭心。Thank you.
仰卧起身，预备，伸，用力，伸，下过吗？对，起身，原本就是特勤队员的林威荣，动作标准，一路领先抵达终点。大家好，现在通过检查路，准备预备。哎，干什么？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。来告，往扑就扑，扑。恭喜啊，威荣！谢副长官，你是不是想当军官？是。好，当干部啊，未来你的要求要更严。是。回到北部运动。是。集训前，林威荣已通过军官考试，领导干部的标准高，林威荣必须再度接受考验。林昌伟有状况。高副长官，我退训。高长官，我没办法了。我尽力，哎，撑下去啊！我要退训，我撑了那么久了，最后一段路撑下去。报告，忍不下去了。隐藏我，隐藏过来。妈，给你机会不把握，你对得起你要退训的艇员吗？你对得起吗？爸，对不起。那对不起要怎么做？妈，你腿不运动，爬回来。去。爸，动不了针。有什么不行？有什么不行？有什么不行？对不起。哇，撑住啊！我撑不了。现在几分？现在几分？再四分钟，你撑过多少小时？六天多少小时？一百多个小时，四分钟受不了。腿不运动，去看，去看张俊伟。是，知道退训多后悔。张俊伟适时出现，给林昌伟很大的鼓励。夏林松仍然在天堂路上奋战。我不想爬，是不是？爸爸不想爬，退回去。爸爸不想离开天堂路。林松，怎么了？笑一下，笑一下。对。爸爸，加油！你不想爬，是不是？不想，我要爬。爬得到吗？还这么远。加油！加油吗？爬得动！上，不，上，再高一点，下去，下去，高胸。张旭辉的父亲也是特种部队的成员，虎父无犬子。傻傻，加油！想给妈妈丢脸吗？到，加油！加油！啊，不行，我们组加油！加油！你可不可以先抱我妈妈一个？啊啦啦！你要亲妈妈都没有关系，妈妈都是你的。内心恐惧的曾汉林需要特别鼓励。让我的小天使在前面整队友们加油！真的，真的是加油！曾汉林及何帅颖在杀阵中重新出发。三等长林威龙要成为领导干部，必须接受更严厉的挑战。成功必须付出代价，努力必获掌声。林威龙在家人鼓励下，即将抵达终点。来扑一次，再扑一次啊！是，有没有信心？有，先扑一遍。有，扛得住。扑，漂亮的前扑。各位好，现在三十六，通过天堂路。好，恭喜你过关。林威龙的母亲递上了一颗苦尽甘来的糖果，亲情的拥抱，流露不舍与鼓励。威龙是一三七期第一位通过天堂路的学员，集训期间所受的痛楚、忍耐，在这一刻化为欣慰、喜悦与骄傲，这是蛙人终身的荣耀。六天没睡觉，很累。林昌伟再度出发。他的妹妹特别获准进场，为他加油。
软弱的林昌伟，在亲情与长官的鼓励下找回了斗志，再苦再难再痛都得撑过去。林昌伟一个踉跄，大队长屈前鼓励，成功在望，不容放弃。拜拜，醒醒，用力拍，老师，醒醒，醒醒。我努力两个月了，你把我做到，两次的被杀。同学们陆续通过天堂路的考验。先预备，好，出力。很好。哎呦呀，最后一关啦、啊！对，手撑好，出力，来，呼！前扑代表蛙人意志力、胆识及勇往直前。前扑是一个阶段的开始与结束。跟副长报告，你接信了。副长，我接信了。好，恭喜你过关。恭喜你！谢副长官，恭喜过关。好，来，加油！加油，好棒！紧接着，棒棒，来过来，来过来！加油！别撞，别撞，别撞！我都拿到了，要加油，阿林，我们昨天怎么回来的啊？你忘记了？我就把你给搞怪啊！怪有什么用？他们一个一个的解决，二十七个，最后还是剩你一个啊！到时候谁还能跟你比？我问你，意志力，意志力，最后一关的，我第几个上去的？你以为我不怕？石块长叫我的名字，我多害怕、啊！都没有人在上面，我都不敢再回答他。我准备好了，给他休息。小姐，啊，好，加油，小弟，加油啊！总会决定。啊！他们的身材觉得是两栖的。两栖征收专长班第137期的天堂路测验已经进行两个多小时，现在是最后冲刺，学员们拿出平日所学，比勇气，比速度，比意志力，不到终点绝不放弃。信心恢复的林昌伟抵达终点，最后了，最后了，剩十秒，坚持，不急高，站好，站好，请呼，请跟副长官报告，我们结束了，现在关，累不累？累，但是我了不怕累。好，恭喜你过关，现在关。跑到底！起立！再见！全部预备！好！叫全部你缓步是不是？我全部预备！放松！好好，可以。
氧气征收专场班是我的梦想，然后也是一种挑战自己的极限。我希望能够捷训，我是赛的客组。赛道，总算捷训。报名赛官，选手张旭威捷训啦！叫张旭威，然后我是七五洞梯的。后来这边原因就是想挑战自己，自己爸爸也是特种部队，是阿美族的。好了，不要担心，来，小军，好热啊，我们是一起的。我们过，我们从一开始都是大声的，就说要一起过，现在我们一起过了。开心，好棒好棒，你们三个都过了，好棒好棒。好几次中途很想自己放弃掉，刚好这身材觉得是两期的。爸爸也是看出来我也是尽力了，好，我也很开心他这样认同我。像我以前就很对不起我爸妈，当初还在想我是应该会后悔啊，因为我现在已经跑上天堂路了，不会了，我很开心。加油，加油！两期备战。好，前仆一备，处理，处理，站好。起！你脊椎因为不能够久站，橡皮艇将近200公斤，这样一顶顶到最后，脊椎就会出问题。你是想再试试看就对了。对，你很有意愿。我很有。好。一开始当兵之前，我就想说，既然要当兵，一定要不一样的，比别人厉害，要不然看你要浪费时间过还是。就是充实一点过。报学生一支赛，天堂路透过准备好。辛苦了。恭喜你。谁不谁来？夏林松，这位自称最彪的胖子，单纯朴朴，是四挺的开心果。此刻在天堂路上与魔鬼作战，努力克服心中的恐惧。夏林松加油！50公尺路程像是没有尽头，学员齐心加油，期盼他一定要用意志力战胜恶魔，拿到属于自己的荣耀臂章。起立，下一箭，下一箭，前仆一备，很好，很好，呼！啊！副队长，我解决了。好，恭喜你，过关。咱们要爬天堂路啊！上！咱们下南洼的背山。上！一二三，上！一二三，上！一三七七 ，Go Go Go！